能够清澈明了，肉眼为什么能清澈明了呢？有善念的功德所具的缘故。凡夫薄地凡夫，因为没有功德，肉眼不能够清澈，要么近视眼，要么呢老花眼，要么呢白内障，是不是种种就看不能清澈，不能明了啊？天眼通达无量无限，然后比肉眼更进一步，天眼能够通达，它没有限碍。法眼呢，究竟那么观察究竟诸道，就是一切道法以法眼来观察。慧眼正见真呢，能度彼岸，见到真理了，度一切生一切众生呢，能归以真理，达到彼岸。佛眼具足解了法性，佛眼具足一切德，所以他究竟解了诸法的法性。好，以无碍智为人演说，要以无碍的智慧为众生演说，那么就记住无碍变，是无碍变。第三净隐的科判呢，第三叫行修具足，等观三界空无所有，三界都空无所有，因为离生死行的三界都出了，无所有，三界空啊。自求佛法，自求佛法，这是自力驱菩提所啊，自求佛法。具足辩才，除灭众生，除灭众生，灭众生什么呢？烦恼过患，除灭众生烦恼过患，这就是化他的德。从如来生解法如炉，从如来生呢，以如来智慧而升起诸德，那么解法如炉，解法理空，理空就是如炉啊，如炉就不变，法性不变。善知即灭，因生方便，善解即灭。那么即灭，净隐大师那个注解本里面是习灭，有些地方习灭，但查了诸本都用即灭啊。那么有些本啊，尤其净隐大师所译书本的是习，烦恼习，那个习，习灭。因生方便呢，是以实证，所以呢能够行前方便，以证实了，证实得，所以行前方便。不行世语乐在争论，因世语是借世俗的语言呢，来引导众生。那无非这些话都引，这是讲是正说，而不是细论。修诸上本，自从佛道，那就去菩提行。修诸上本，去从佛道，修一切上本，那干嘛呢？不是为了人间的福报啊，而自从佛道。知一切法皆习即灭，法性本空，就是符合于法性。生生烦恼二一气尽，生生烦恼，这里有生生烦恼二习寂静，指的是呢就是生生的苦报是果，烦恼是福是因。生生我们有些身体啦，父母给我们这个身体是苦报是果，烦恼呢是因是祸因，这两种的习气禅习都没有了，生生的果报没有了，必不要再受生的烦恼习气也没有了，所以说生生烦恼二习寂静。闻圣僧法呢，心不疑惧，就是闻到圣僧法能够信解啊，信解就能够进入，对闻圣法不产生怀疑恐惧。所以初信的人讲《金刚经》，一切皆空啊，《心经》一切皆空，无所得啊，无智也无德啊，但是害怕会恐惧啊，所以就讲闻声法，他有智慧，烦恼习气都断了，才能够如是。禅能修行，以其大悲者，深远微妙，弥不复才，所以记住大悲，所以深微妙的法都能够复才。究竟一成，这是第四种。成德的殊胜，究竟一成，至于彼岸，
究竟一层，三层方便已经彻底倒归一层得圆满了。决断于晚呢，会心会有心处。我说按照法华来讲说啊、以前做三层那只是方便，这种怀疑已经没有了，彻底倒归一层，会三归一，这以往没有了。那么这样的会心升起，以佛教法呢，该罗无碍，就是进入佛智。智慧如大海，三昧如三王，这是深广的意思。大海是深和广啊，那么三王是高显，三昧三王不动的意思，三不动不摇啊。慧光明净，超欲日离夜，明白自法，具足圆满，这不在都具足如是之德。那么译出说，以菩萨传佛语中，这里这一段说菩萨，彼国菩萨呢将是如何的传佛所说啊，都智慧如此广大，出名说无乖违。第一段先说呢，说法没有乖违，就是禅宣正法呀，无乖违。以其国度下，以其国度下十八页的第一行那个地方。啊，我们要把这段译书对这段文，以及国度下呢，就是啊，以及国度所有万物的地方呢，是探德，它有这样的德，有三重。那现在接下来有三重，第一重呢说法探，先是说法探，第二呢是即欲探，后呢凡就说法探。那么这一段这三段不都在这一段当中，先是说法探，就是我们这一段中间所谓的即欲探是21页啊，犹如雪山照诸功德那段的即欲探。那到23页还是说法探，23页就是22页了，催灭即心那段呢是说法探，就是按嘉祥大师的分法是如是。初就说法探当中呢，先说法探中又有六种探，这就有六种探。初探无染浊德，先探是无染浊的德。所以说他说法无有增诵，没有问题啊，无有增诵，所以无所思莫。得大慈悲下，得大慈悲下就是18页的第三行，众啊，那个以诸众生得大慈悲。那我往下呢是什么呢？叹四等德，叹四等德，因为慈悲喜舍啊，大慈悲饶益众生，慈悲喜舍四等德。爱法下，爱法下1、2、3、4、5，第五行身心定心，爱法、悦法、喜法那个地方啊，就是得法爱产生喜欢的爱好药啊。明什么呢？有尊重法悦好德啊，尊重法悦，尊重法产生的一种喜悦。是呢，修心佛法，修心佛法是倒数第四行，由自曲解修心佛法的地方，能对得上吗？啊，这是什么呢？佛眼就无眼的阶段，佛法呢，肉眼修心佛法，肉眼清澈以下，凝住无眼的德，佛的肉眼有什么功德啊？然后天眼什么功德啊，是这个意思。以外智为人演说下，以外智为人演说下，这倒数第二行啊，佛眼具足那个往下那一段，以外智为人演说下是名什么呢？辩德，就是辩才的德。自求佛法，他因为说自求佛法是法外，以法的教义教理上呢，外法外变，从如来深解法如这个地方呢是义无外变，法无外变，法所阐述的义理无外变。习之啊，善知习灭因生，名持无外变，
善知，有善知机面应身方便的地方啊，就是十九页第一行那里，那是什么呢？是什么外变？是外变。修诸善本明自行外化德，自行以及外化，就深深烦恼者呢，探自行境见失正实等呢，以及种种习气都没有了，这是外化，哦，这是外。迷不复宅者，迷不复宅，迷不复宅是十九页第四行，以深深远妙法迷不复宅。以下呢，迷不复宅者是内德既备啊，善能复众生故，他能够啊不复众生。这样有德你才能护众生呢，因行智能究竟究故啊，能治彼呢迷凡之安，得到涅槃的彼岸呢、啊、决断于王者，能断众生疑，断众生，决断众生有种种疑你都能够断除，出名见从内心而出，不明思知啊，这只是内心而出来，没有讲说从思那里的资讯。该罗者，该是言及罗之色的意思，明解佛法的弘扬，万法无盖尽，万法无尽，什么无盖尽？万法应该是万法无尽。好，这是第一段，然后第二段，按加强大师的第二段。如果是按净隐大师呢，这还是承德殊胜，承德殊胜就是还是根式的承德殊胜。那下面这一段有二十个譬喻，二十个譬喻都是赞叹呐、啊。又如雪山造诸功德等一净故，到每一个断句都是到那个故字那里断。又如雪山。雪山白，同样的一种颜色啊，那造诸功德等一净故，雪白它清净的缘故，然后菩萨的那些德呢，就像雪一样，雪亮清净，没有污染。犹如大地净秽浩恶无异心故，大地啊，大地我们说能忍如地，经里面常常说能忍如地，为什么？大地你给他钻个洞，他们先修火车啊，那个打洞打在地下打好深好深，那约是建房子，城市里面建房子他们打桩要打几十米下去，地也没有说我很疼你这么打我，对不对？没有啊。然后呢，上面你布上鲜花摆上非常好看庄严的地，他也没有说我很欢喜，是吧？是吧？然后你把大便泼在上面，他都没有说很臭，是不是这样？就这样，大地敬畏好恶无异心故，那说明那菩萨无有分别，啊，好也好，赞叹也好，那么肥辱也好，他都一样没有异心，也就是八分吹不动。第三个呢，犹如净水，净水怎么样呢？能够洗除尘垢，诸垢染故，他一切尘垢垢染都能够洗得清净，烦这洗的是什么呢？烦恼尘垢。犹如火王烧灭一切烦恼心故，火能够烧心呢、啊，把一切，我们常说无明火，无明火呢烧的功德灵，在这个地方火王呢是比喻的智慧，有智慧，你这烦恼就像柴一样，就把你烧掉了。我们说忏悔，如礼忏呢，罪业若三入，慧日能消除，它有智慧，就像呢。太阳一样啊，这个像火一样烧掉一些，这必须是慧火而不是无明火，无明火烧就麻烦了。第五呢，犹如大分行诸世界无障碍故，大分吹世界它没有障碍，哪个地方它都能吹过去。第六呢，犹如虚空一切无有所着，虚空无有所着，你什么东西飞过去也好，放在那儿，它都没有执着，没有留痕迹。它不再修一切法，无有痕迹，不执着的缘故。犹如莲花，以诸世间无染污故，莲花不着水呀、啊。佛教常常用莲花来比喻呀、啊，莲
花不执着。佛为什么站在莲花上面呢？因为不执着，不执着的缘故，无染污的缘故。第八呢，犹如大乘运载群门，群门就是说众生呢、啊，大乘能载得多，像大车，你看大火车能载很多人呢、啊，如果一个小车就载不到多少人呢、啊。那么载众生干嘛呢？除生死故。第九，犹如众云，正大法雷，绝未绝故。云众忽然要下雷雨啊，它会，会相击会。产生雷电，那么这样呢，使未觉的人能够觉悟，就是比喻，云多了就会下大雨啊，因为今天不一直下大雨吗？我们住在山上没有感觉，现在山下到处是水灾，山体滑坡，公路塌翻，很多汽车、火车都停了，这几天要出门的人出不成，有很多都这塌翻。福建的闽北闽西的严重的水灾，我们也常常祈祷啊，风调雨顺，但是众生造业拼命造啊，我们几个人在那祈祷反正也难调顺，是不是这样？也调不过来，对吧？他大家都在那造，你怎么去调啊？不是这样子啊、最近南山一个时期来一直都是水灾，这个下雨还没完呢、明天还大雨暴雨，后天还大雨到暴雨，还下呢，你不要指望明天晒被子，没得晒，还下，雨还没完。今天一下午一下很大很大了，明天还是这样子，但愿不准啊，是不是？但愿天气预报不准，那一直都说在下雨，所以我前两天讲了，我们今年过了120多天下雨，差不多现在两天就有一天是下雨。无论是大雨小雨也好，雨太多了，可是呢华北西北还干旱，这就分不调雨不顺了，这雨一定北方一下不是很好，是吧？可是广东3天的雨量就是北京1年的雨量，一天它3天就下了500多毫米，它北京1年才500多毫米，你看看北方严重缺水啊。那北方都是平原，都是看了地下储积的水，储存的水，那南方的山呢、它下完就流走了，流到哪里去？归大海，条条江河归大海，流到大海去了。我们平行是到处这里拦一个小圈，拦一点点，围一点点，要不然我们没得喝，是吧？那有人说，我们这为什么不打井？打什么井？都是石头，打什么井？打的就很紧，是不是这样？都是石头啊，打不下去，打下去也没水。你别拿北方都是泥巴土，打几十米下去都是泥巴，它有水啊，所以挖煤矿挖了挖了挖几百米下去就透水，它就会把别的地方水就来了，就这样子。就是云重呢就会有大雨哈，犹如大雨雨刚入法论众生故，因为大雨才普论一切万物啊，滋生万物。这第十个重，第十一个。如金刚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山很难动摇的意思。十二呢，如梵天王以诸善法最善守护，梵天王他一切善法，因为他修诸放恨，所以他称梵天王，一切善法最胜。那但是这是有漏有为的善法，不是无漏善法。如泥俱类树，泥俱类树普印一切，这是这个树通，印度是有的，那么这个树长得什么个样子？相当像榕树那样的，它长上去就会撑开，撑开的很大。印度现在有些地方也还能看到这样的树。如幽檀发幽啊，如幽檀薄发或者幽檀波罗发也可以啊，那就是莲发。稀有难易故，这就是白，指的是白莲花稀有难易故。如金翅鸟呢，威服外道故，这是第十五个。金翅鸟威神很大的。如众游禽无所藏其故，众游禽那一大堆的禽类，它没有办法躲在哪个地方。第十七，犹如牛王无能胜故，牛王力量很大，没有比牛更大的。然后比象王呢善调胡故，这个象王他能调
这个象群，如狮子丸无所畏故，狮子丸狮子吼啊，它中兽都害怕呀。第二十个，旷若虚空大慈等故，像虚空一样大慈悲啊，广大，就是如此比喻啊，叹菩萨之德。第五个，科判的第五是行修增进。行修增进他干嘛呢？我看他怎么修，吹灭嫉心，就嫉妒心，不易胜故，就是别人比自己胜呢，不产生嫉妒，这是菩萨行方是如是啊。众生都是会这样，别人比自己好一点都会产生嫉妒。嫉妒的表现是什么呢？嫉妒的表现的外现是如何？每个人都或多或少都有。你不能说我没有嫉妒心，你不敢不敢这样讲，每种烦恼都有的。嫉妒心的表现是什么样？你们自己回想一下看。第一个像是什么？没有，你们没嫉妒心吗？哎，太好，嫉妒心都断掉了。啊，有没有嫉妒心？什么样子？不高兴。第一个嫉妒心是什么呢？看别人比自己好而产生不高兴，这本身一个慢，慢当中就包含着嫉妒心在，有什么了不起？就那么一点东西，是不是？你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他就这样子嫉妒心，而人家好钱比你多了或者怎么样啦，然后你也起嫉妒心，我想办法去破坏他，看他这么多钱，我就想着弄他一下子啊，买好车，拿个铁丝划他一下子，那修一下他都花几百块钱，就这叫做嫉妒心啊。那么这个他把这个嫉妒心给吹灭了，怎么样呢？人家胜他不忌讳，然后这我们学菩萨道应该怎样？就是利他呀。要利益众生，利他呢就不应该有妒心，妒心很难的，妒心也很难的，因为是根本烦恼，根本烦恼就是你要克服这样啊，就很困难，都是这样。无论是出家众也好，在家居士还更厉害严重，怎么样？他穿那么名牌有什么了不起？执着贪心，他就这样讲，那是什么？嫉妒心。你都会随喜心，哦，哎呀，他穿名牌好啊，对不对？啊，他做好事好啊，你就是随喜赞叹，你也这样子。他会做，我也会做，有什么了不起？这就嫉妒心了，对吧？你要随喜心，人家做好呀，欢喜赞叹，啊，很好，他能够做这样。那你勉强的也不行了，勉强的那本身就是一种烦恼。好好好，你好，哎呦，好得很呢，是不是啊？那就是本身就是烦恼，这是表现，就是比较出众的烦恼，表现出来人家就知道，看得出来，对吧？好了，专热求法，心无怨足，心放在法上的诸大德，这就告对我们这句话很好。上面讲了半天，跟我们那没有实际很贴切，这句话比较贴切。一天到晚不要去想看别人如何这样呢，你自己把心放在哪里呢？求法在，把法写好了，对吧？那么对写法上不要厌足啊，三大部写好了，我够啦，对不对？我听过两遍了，听过两遍了啊。那我问你说，如果大戒当中、僧团当中有病比丘怎么办呢？有病比丘，那要不要照顾他呢？怎么个照顾法？学律的要依律来说，那怎么办？给不给吃？给什么吃？给呗，反正不关我的事，是不是这样？那你要说出来一个指手银卯出来呀、啊，怎么给？哪部律怎么说？然后你怎么给啊？我昨天我提一下子，有一位有心人他就抄出来。五分律怎么讲？十诵律怎么讲？有谁这么用心去抄这个事情？你看见没有？简直这么这样学法无有厌足啊！你以为够了，然后有病比丘来了怎么办？给不给吃？给饭道？那比丘尼说换道怎么办呢？
律里面说，如果比丘有病啊，那个照顾病人呢，先要到还没打板之前，他就问，相当于我们现在问行坛大寮说，有没有病比丘食的吃的东西啊？他说没有，没有呢，问就找去库房拿，去库房说，我库房里面有没有食用比丘吃的？再没有怎么办呢？就像这个里面的哪个善坐呢？他比较财富，你向他要，就是你们向可以向我要啊，是吧？我比你们会容易一点呢、啊，我要跟居士讲也容易一点呢、啊。你们跟居士讲要什么东西，居士表示怀疑，说你们庙里那个人向我要什么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对不对？然后我要跟居士讲呢，那肯定没问题，是不是？就曾经有一个死小孩的时候，他就借我的名义到处跟人家去借钱化钱化缘去，很多居士散淡。他说：“哎呀，某人叫我去别的地方去取款呐、啊，坐车没钱呢、啊，你先给我拿500块。”那居士说：“哦，某人说的，那肯定没问题，给他500块。”给完了以后问我说：“你有没有叫人去哪个地方拿钱呢？”我说：“哪有这种事啊？我这现在钱要人家自己去拿吗？不会这么笨吧？现在，对不对？那就一个电话，让那个银行就这么来晚了。现在拿钱都用卡的，还在哪里要自己派人去拿钱？”哎呀，其实他说是你说的，我说他说的不是我说的，他说是我说的，我说那是他说不是我说，善善了，对不对？啊，那律里面就是这样说，实在不行向善坐啊，有德的人呢，你向他要，再没有怎么办呢？向外气，向外气，就说这个里面都没有病人吃的东西，向外面要，病人开。他说有病比丘要照顾他，为什么呢？一个是怕他会死掉的，没得吃会死掉；一个怕他会退道行，没办法修道。可是有病人要这样照顾的啊！我们说了，大家也没记查，那不行，你查查五分律啊，然后十受律怎么讲？有病比丘该怎么办？所以说他比丘尼他只学本部这一步，然后完了，那非食啊，大家吃这个他吃那个，我们吃饭他是面条饭道啊。病比丘食啊，所以那也是这样，人家照顾病比丘，是吧？那四分本身也有讲照顾病比丘，是吧？所以说这样呢，学法上不要厌足，永远学不会的，诸大德，永远学不会的，真的是这样。你得看这净土法门很简单，就念佛念佛念佛，但是你要把理路学清楚了，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为什么呢？祖师们这么理解，净云大师说要慎啊，初地以慎啊，乃至那才能够呢，那么上品往生者。那善导大师说呢，对，都是面对的一切凡夫，故此日本人才说呢，恶人往生，他是善导大师说的，都是恶人往生。他是这样讲，那佛是说面对恶人呢、啊。没得办法啦，念佛一定能够往生，你修其他的很难修，一生很难成败，所以念佛是这样。然后对这个方面怎么去理解了，以及我昨天晚上讲了天地一尘是不是48愿所摄呢，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你说怎么办呢？那有人说他爱是不是，我管我念我的佛，所以这样就会呢，就会怎么样呢？三战十二步留给别人去研究，我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是不是这样？你要住持佛法，要弘扬佛法，你要了解很多道理啊。有人产生怀疑了，然后你怎么办呢？对不对？如果鸡毛蒜皮的一些事情实在是非常的小啊，我经常烧到一些人写信来问的问题，那根本就不了解问的问题，你跟他说也说不明白。他说什么叫做稽首何难呢、啊、这要一写信就回答他，对不对？这就不需要，你根本就没有去研究，你说也不明白，是不是这样啊？他说那我安基前安基破下啦，那中安基成不成呢、啊、那说明你没看书啊，你根本你没看书跟你说干嘛呢，对不对？有这样的一些道理，所以又叫多学，不要怨足啊，永远一直到怎么样妙觉功德才圆满，等觉还得要学的，
等觉还叫学，为什么呢？等觉还不知道，不能呢彻底究了诸佛的智慧，他还没办法完全了解佛的智慧，所以他还在接着在学啊，还有一份身相无明没破，所以要接着要学。更何况我们薄地凡夫，不要学一两本就以为说我懂得了，然后呢夸夸其谈对人家去讲说，还早得很哦。我们在这里是一跟大家一起学习，那么讲这讲那，要这里讲错啦，或者那节落掉啦，常常的有，对我们讲法都有很多过失啊，有为有事。说求法上不要怨足，常欲管说自无疲倦，这要化他，正是化他，化他要管说，管说无有疲倦，那就很难。你想想我们那个般若经，如果说现在释迦牟尼佛再来讲那个般若经，我们听，我看大家都睡着了，睡不睡着？奇怪，念般若经我都不瞌睡呢，以前念华严念我都睡着，一整夜我都睡着了，睡着然后呢翻过去我也翻过去能接下去，般若经如果睡着你就跟不上了。有没有发现你不知道哪一句呀、啊、菩萨摩诃萨般若都是到处都是菩萨摩诃萨，对不对？不到处都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多，你用不到哪一句就很难了，除非的你等着等别人翻译过一页然后你跟上了，是不是这样？哎，所以说你想想看，当时佛讲般若经就是这样，不是他不是一个地方讲，他很多回讲，这一次讲的是这样的一种内容，然后下一次讲还是这样，下一次讲还是那样，所以说一起合起来才有那么多啊。这一次跟他们讲的是这样的事情，然后那一讲那样的事情，所以说才有那么多。活一生都不离开般若，安天台的判教般若多少年？22年呐、啊，所以说是龙总才49年，他讲了22年啊，但是都不能归结在一起的，分散的讲，故此才有那么多。那有人念的说：“哎呀，你这般若经有啥意思？莫做四念，起这样的念，我告诉你都不好，对不对？你那一直重复，这佛怎么讲这样的东西出来呢？如果有这样起这样的心，赶紧忏悔。我不理解，啊，这是圣意，我不了解，我起这样的心，我有罪过。”这样子你不能说哎呀佛怎么会这么无聊啊，一直重复一直重复，重复当中都不一样的，虽然是重复里面都有不一样。然后虽然说讲说四大啊、五音，那么12处18界，然后再来呢37道品，对吧？然后佛的实力是无所谓，都是这样，他一段一段的这样，他一说前面那几这一个是这样，后面也是这样，当然了，那实际都换了，都不一样。你看你实际上这样子，他重复是这样，但是不能起这种猜测啊，起慢心的不可以。所以说这管说，无闻自无疲倦，凡夫说法当然就会疲倦了。我们讲5天就休息2天，就是这样。那么作为菩萨法，他无有疲倦。你看这一切菩萨在这个地方讲法讲完了，到别的地方依然讲法，他分身无数同时讲法，无有疲倦。怎么样呢？集法鼓，建法船，要废日，除余岸，修六合境。则集法鼓，即是这是文会，从净影大师所讲的，这是文会啊。因为鼓有声音，鼓打出声音会远传呢、啊，叫叫声远播，就是鼓，击法鼓，比喻说法的意思。那禁绝别人嘛，你讲法达到这种效应，禁绝别人呢、啊？剑法传那是什么呢？是思维，剑法传高高的竖起，你正思维竖起，要废日，那么要开导众生，就像。这个太阳一样啊，普照一切，除掉种种余暗，有这个慧日才能够除掉余暗，修六合境。六合有六合合，有六合境。那么大乘所谓的六合境，不单单说呢身边邪见戒啊，即身合同住啦，那么见合什么样同解啦，即合同修等等。他所谓六合境，以大乘菩萨的悲怀理解说，一切诸法呢都是相应于诸法的实相，实相的离体
虽然现在是这个色身，虽然这个色身，可是呢，等同于我的报身和法身，故此我对一切众生都应该跟佛一样的对待，这样理解吧？所谓的行菩萨道的人呢，看见不是看见一个比丘，看见比丘，你看看这个样子，跟他住在一起，住在一起，他就等同佛来恭敬。为什么等同佛来恭敬呢？一切诸法皆是法性，一切诸法皆是实相。既然皆是实相，这个色相就是实相，既是实相，所以说这个色相呢，就是跟等同佛一样，起这样的恭敬。比如这样的见解善陀，一切见都不可得，两边都不可得，乃至中间皆不可得，这样呢，他就会对一切见解都是圆满而产生恭敬，这叫大乘所讲的六合敬。禅行法师自勇精进，禅行法师所以的利他呀，那也要财师啊，他以法师为中心啊，这样呢自就是自立自勇精进，虽然行法师而自己心不懈怠，心不退弱，为世灯明，为像世间灯光一样的照耀，最胜福田，跟众生做最胜的福田，常为师导等物称爱，师导以慧来开解众生，没有称爱之心，亲疏称爱真爱，为了正道无余心气，他所有的心安住在正道上正法上面，就没有其他什么高兴不高兴的事，这心气，心就是高兴，气就是不高兴，拔出欲刺，欲就像刺一样，众生有种种欲望追求，有这个追求，他就会伤害掉法身慧命，就像一根刺，这个众生的欲刺把它拔掉呢，这样才能够究竟的安抚群臣，以安众生呢。功为殊胜，莫不尊敬，这是功德殊胜啊，莫不令人呢产生恭敬。灭三垢障，由诸神通，灭贪嗔痴这三垢障碍都灭掉了，然后呢能够以神通自在。下面有种种力，因力缘力意力愿力方便之力常力善力定力慧力多闻之力施戒忍辱精进常定智慧之力正念止观诸通明力，还有如法调伏诸众生力，如是的力一切皆足，这么多力啊。好，我们一个一个看，那因力是什么意思呢？这是科判的第六点，就是诸力具足，种种力积足了，先是所谓因，就是自己的力自足了，因是自己的动机啊，有这样的力量。缘呢，菩萨要缘成佛道，要度化众生，首先要积清净善事，听闻正法作为缘力，动机是要成佛，发菩提心呐、啊，那叫自力具足。原力要清净善事，听闻正法，来增善菩提心，使菩提心增善。毅力叫求佛之心，毅力跟愿力其实两个差不多。然后呢，一个是我要求佛的事，从心善求佛。愿力起行之愿，要有愿才能够导行呐、啊，所以先起愿。方便之力呢，依法去巧修。修善要善巧方便的修，然后呢度众生也要有善巧方便力量。那修行怎么善巧方便修呢？啊，比如说念佛，念佛要数数啊，或者呼吸啊，怎么去对治这妄念让它不起来啊，那平时散念呢，他拿个念珠啊，一边跟人家聊天一边也可以念的，像老太太一样，然后慢慢慢慢他就拼命念，念完了跟别人聊天，他念好几串这样子，那就是散念。那么你要想一个什么样的办法来对治这烦恼呢？这种善巧方便，是吧？那么度众生也要善巧方便，就依法呢巧修，常力这依法恒修，常力呢今天修呀、啊，然后就又不想干了，三天打鱼呢，几天晒网？
就常歇歇这样呢，就是修不成的。要长恒发长久心，嗯，一时的心好啊，勇猛的心好啊，精进心发起来是容易啊。你要长久，每一天搞这样，明天又搞那样子，这是要不得的事情。你自己也搞得很烦呢、啊。然后善力，善力的依法正修，所以你不是修恶，而是修善啊，这依法正修。定力，他修止，修止能够成，修止成他有定力嘛，培养定力不随外境所转。慧力就是修的是观，观慧能够成就了，才产生慧的力量。我们通常说五根五力啊，根而产生力，要产生力量。多闻之力，那么多闻之力，听闻要起行之解，起行之解叫做多闻。我们多谈经常这听那听，听多了，然后如何去修呢？他才有这个依靠，才有依准呢、啊。思等下面有六度，修六度之因，但是起行之力，这些具足了，因缘愿等等都具足了，所以要修六度妄恒，有这样的力。正念止观，有些本叫正观，有些本。有些本是正观，那么多数的本是止观，正念止观就正念起来，止住一切恶念，然后观慧升起，就是止观，就是一行能够成这个德。诸通明力，通是六通，明是三明，三明六通皆能具足。然后上面因为说有这些功德修六度妄恨了啊，下面呢这果德就显出来了，正念能够现前，止观双明，而呢记住六通三明呐、啊，都有力，有这样的力，所以就推下来呢，如法调伏度众生力啊，你修六度了，自己又智慧圆满了，才能够调伏我，你自己的调伏不了，你调伏别人就很难了，对不对？不过说我们凡夫劝别人会一套啊。自己劝不了，哎呀，你就不要这样啦，干嘛就要死要活呢？嗯，好好念佛啊，好好修行嘛，好好学习，好好住下来。可是我明天要走了，是不是这样？劝别人会呀、啊，不要这样。我们别人吵架的时候，我们会去劝人家，哎，怎么可以发无名火呢？我们修行人、修道人怎么发火？发火是不好的，人家看你多难看。然后有人要说你，你就会喊得比谁都大声，就是这样。劝别人是这样，所以说我们没有这样的智慧功德没有，所以先要具足自己的力，你才能够彻底调伏众生。如果说别人尊重你的话不讲你，如果说不尊重你，你自己说一条，你做的怎么样了、啊？第二句话就出来了，是不是这样？所以说你就不能够真正调伏别人，这个没有。如是等力呢，一切具足啊，这才是菩萨的功德。内心功德具足了，所以下面第七点呢，通就诸德呢总算显德，所以说功德显他的色相庄严，色身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所以色身要相好，色身相好而成就辩才，成就辩才而又能够呢色身相好，这样才能够彻底的调伏众生，这具足庄严无疑等者，所以这样的功德庄严谁能够比得过呢？恭敬供养无量诸佛，常为诸佛所供赞叹啊，诸佛都所谓一起的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这就教行圆满了。究竟菩萨，菩萨所该修的一切波罗蜜都圆满了。修空无相无样无愿三昧，这是修正啊，这正所正的呢，行也满了，修满了，行也满了，不生不灭诸三昧门，远离声闻等觉之地，就不会退为二乘，要发真善心。所以说这上面是略叹，下面是管叹，他赞叹这些菩萨啊，永远赞叹不完的。阿难，彼诸菩萨成就如是无量功德，我当为汝呢略说之耳。这么多的功德，只是略说一而已。若管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啊，讲不完的。所以明天再讲。愿以此功德。